感冒了？没有。发烧了为什么不说？习惯了。以后哪里难受要告诉我，在我面前不用忍着。嗯。快上去洗个澡吧，去去寒气。好。洗完赶紧回家。不要。走。还挺合身。快把姜茶喝了吧，我去给你拿点感冒药。干嘛？你干嘛啊，爹？快放我下来，我们还没有到那个。我是让你先去洗澡，我已经感冒了，不着急。你也感冒了怎么办？在想什么？这么乖啊，全都喝完了。你在看什么？珊珊，你怎么这么好看啊？快把姜茶喝了，太辣了吗？你没喝吗？喝了。阿爹啊，爱撒谎的人可不乖啊。真的喝了。快去洗澡吧。好嘞。写完了。姐姐，我刚洗澡的时候感觉头有点晕，现在要是回去的话，外面还下着雨，我感冒肯定会加重的。我可以睡沙发吗？我睡沙发就可以了。我头真的好痛啊，肯定是刚刚没有喝姜茶的原因。